神爱刀锋，今日条片好多谢大家支持啊！哇，估唔到咧咁多人俾低，咁多人留言嘅。咁啊，首先多谢各位兄弟同埋咧各大平台嘅老友记，佢咁支持啊，都支持广东话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将会咧收集下大家嘅意见啦，睇下大家想我哋继续之后呢个爆声系列点样玩法啦。咁我哋之后咧再研究下咩新嘢同大家玩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。咁啊，今日咧拍条片咧，除咗讲多谢之外咧，梗系唔止咁简单啦。光啊！是不是大球变身？是不是大球变身 ？Come in later, Wizardo！ 哇，犀利啦！琴日咧，啱啱咧就香港就偷，有少叫偷跑啦。其实我就冇预佢咁快出嘅。咁啊，成个 Facebook 或者一啲玩具讨论区，基本上都俾只嘢洗版噶啦。哇，真系！腥风血雨的一个星期三啊，咁啊都咧就唔好意思啦，我订嗰间铺头就迟咗少少，要即系今日先攞到，咁啊唔好介意。不过咧马上同大家都开盒去睇下只嘢有几靓先。好啦，咁啊一如以往啦，睇下个内部咧，哇犀利啦，咁啊都相当之多配件嘅。好，咁啊有枪啦，有剑啦，不过又唔系一支圆咁变嘅，佢要拆 parts 去插嘅。咁啊手型咧，你都知 Wizardo 啦，啲手势哇好多好花巧嘅，咁所以咧佢手型都比一般嘅真骨雕会多少少嘅。咁另外咧，哇呢啲咧简直就系地板精灵最中意嘅粮食啊，就系、是、啲戒指仔啊，相当之危险啊，咁但系大家要好小心玩呢啲戒指仔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马上拆只本体同大家去玩下先。哇，搞掂啦，哇，好靓啊！咁我可以同你讲只咧，我觉得已经超越咗玩具嘅范畴啊，我觉得简直系一只咧装饰品或者叫艺术品啊，哇，靓到真系黐孖筋嘅。咁啊，最重要一环咧就系今次咧，哇，病帝。哇！用咗布裙啊，犀利咯！咁啊，所以咧，完全咧就唔会阻碍到呢个啊 Wizardo 嗰啲好夸张嗰啲 free running 嗰啲 pose 啊、起脚嗰啲咧。咁所以完全明上次咧 ，Kuroro 即系阿谭正中嗰只 SHF 点解会仲要用啲低能胶片咧？明你做到噶嘛？亦都我觉得唔系嘥好多钱啫。咁咪卖贵少少，似呢只咁样，咪大家都开心咯。咁啊，今次哇，相当正。咁同埋咧，同大家试一试就系咧，今次佢内藏咗一啲铁线定铁片咯，唔知啦，啊应该铁片嚟嘅，好大块，咁所以咧佢就可以咁样屈到好多嘅唔同嘅摆动嘅裙板啊，咁又唔需要咧，好似旧嘅 H Chef 咧要另外再买一个附加嘅裙板俾佢换，咁啊呢个相当之开心啊，终于咧可以有啲布裙啦，啊唔使用啲低能胶片啊，咁另外咧又俾大家睇睇啦，咁啊成只嘢咧，哇系，咁啊 Wizardo 咧。好老實咧，就唔算太花巧嘅造型，咁啊全身都黑色嘅，咁你見到下半身都冇乜花紋啊或者裝甲佢，咁但係咧呢只嘢就恰到好處啊！另外咧，嗰啲所有鑽石都話非常之透光啦，射落去燈光之下咧，哇閃閃生輝。咁不過咧有一個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咧大家咧啱啱講過就係戒指仔啊，咁嗰粒嘢咧其實好容易拆出嚟嘅，啊咁我所以呢邊咧我都唔夠膽裝住。希望大家玩的時候就小心一點，就不要不見了，不見了真的很心痛的。好啦，咁啊，不過呢自己要提提大家咧，今日頭先我冇拆出嚟睇啊，咁啊後屘先發覺咧，咁啊喺一個好良心嘅之下咧 ，Bandai 咧亦都提供咗有一塊膠板咧俾大家能拮住啲戒指嘅，咁就不至於一開個膠片咧戒指周圍跌啦，咁啊都相當之貼心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叫腰帶 connector。是可以轉得的，哇 ！Shubishubi 搭住現身，可以轉得的相當之犀利嘅。咁啊，真骨雕咧又一次咧帶俾大家咧一個好驚喜嘅作品啊！好啦，咁嗰只咧 Wizardo 咧同大家玩到差唔多啦。如果咧喜歡今集嘅影片咧，希望你可以咧訂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